聊。能表达千言万语，为什么我却画不出你？万语千言也代替不了你。如果可以，你能回来，我依然会守护你，在我心里，你永远是我的唯一。今天是你的生日，我想告诉你，我想你，我爱你。今天是你的生日，我想告诉你，我想你，我爱你，我想你。可阳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回来的。我不问你这段时间去哪儿了，我只想告诉你，我改变了，我真的改变了，我找到工作了，我在一家密室逃生做 NPC。 我跟我爸那边也说好了，他还是会先像以前一样每个月给打生活费，但是只要等我实习期满意转正，我就不会再用我爸的钱了。可莹，你看你今天打扮得这么漂亮，但是你放心，我会通过我自己的努力让你以后越来越漂亮的。